位评审老师，各位好朋友，大家好。我是阿水，也我是阿金妈。阿金妈，看你行到这呢哦，身躯个排个细胞，大大包，敢是要对人走？你又袂讲，我要来去银行纳税啦。那过期会去予人罚金呢？是啊，超过期限无纳税，就会罚搁较侪钱。是讲，你要缴税嘛，免派现金去银行缴嘞，伫恁家就近的大金超商就会当缴。毋过，阿着即阵啊，手头有较闲，毋食冻到干。人即卖会当用银行的信用卡缴税，分期扣款，轻轻松松缴税，信用卡阁会使累积安尼点数。有遮尔好讲？拄只你讲缴税毋免摕现金，也感觉有其他缴税方法无？有哦，跨行汇款，也是摕款机转账拢会使，连电脑嘛会当缴税呢。啥物？电脑会紧拖动，嘛会当缴税哦？毋过我袂晓用电脑咧。若无用你的口座去自动摕款机，嘛就是人讲的 ATM 缴税嘛会使。迄先生就毋通咯。听讲，歹徒就是利用迄个 ATM 骗人的钱，唔拄好钱去互转去，我连家伙都拢去了了啊！哎呀，袂啦，去互歹徒骗钱，拢是按照歹徒提供的口座号码，啊，你是拍入去政府银行号码，完全无共款，哪会走入去歹徒的口座咧？哦，是安尼哦。是讲，咱一年当天哪着交遐侪款税金啊？交税金是咱的义务，政府着用税金分配做教育、国防、公共建设等用途。你想，政府若无税金来源，啊学校啥人要去？咱老师的位置要为倒位来？讲起来嘛对吼，铺桥造路，交通运输。公园、图书馆的建设，拢总着爱开钱。也佮有阿兵哥、警察来维护咱的安全，咱才会当平安过日的。对，你总算是想通啊！政府着靠税金来照顾百姓啊。听讲，这个月大家拢无闲来报税，啊，是咧报啥物碗糕税？哦，是申报综合所得税哦。啥物？税金咱家去报哦？嘿嘿，安尼我来甲伊报一箍就好啊。哎呀！毋是需要你家己乌白报，青菜报是袂使的。啥货啊？报税就爱去袂使哦。你较正经嘞，税金侪少，毋是需要你家己决定的，爱照咱收入的平单报表，一项一项来报，国税局会多审查。若是报了伤济，就会当退钱予你哦。安尼毋只公道。普通时啊，若是买物件，就爱甲店家摕发票。店家若无发票予你，伊就是倒税、漏税。这我知，发票两个月开一摆奖，上届者会赚到一千万呢。你敢捌着奖过？我耳仔皮薄薄啊，无迄个福气啦。毋过我拢是甲发票捐出去做公益，予人去着。赞啦，你真有爱心。不过你的人会遐尔好，朋友遐侪。哪有？迄是大家无去嫌啊。免歹势，纳税金嘛是咧做公益，社会福利着靠税金。对，大家老实纳税金，国家经济才会兴，社会和谐人人好，安居乐业免烦恼。嘿，安居乐业免烦恼。阿水、阿金，落台行咧，大家努力。